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老鼠笑死人，这样不好玩哈、啊、你才不告诉你，我向张淑娟道歉，我也不想理你，我现在是跟张淑娟道歉什么呀？你就在这里来的，道歉什么呀？道歉，道歉什么呀？如果受到伤害是好意思说人家道歉，是笑死人，关你什么事啊？你叫我张淑娟吗？你靠一边去了，你滚，你才滚一边去嘞！我在这里先警告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请你们不要把一个单纯的媒体工作者寻找真相的事实做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其中这位台北市议员王小姐所伤害的就是张淑娟小姐。谁伤害谁啊？她告的是不是我？太恶心了啦。这一位在场闹场的人叫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我是纯粹的新闻工作者，到败诉女王天天在败诉，还有脸在这边讲话？你出入过多少次了，对不对？人家告你多少次了，你好意思吗？哭一下啊，现在就哭一下啊，你不是最爱哭吗？你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啊，你也地上打滚过呀。那个你好像是那个泼妇骂街，我不会跟这种人站在一起了，各位丢脸媒体的败类，直接说，你不是要来闹场吗？让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你。我老公跟我离婚了，再见。你羡慕吗？你王，你嫉妒吗？笑死人！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挨什么打啊？你侧重人家。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我告诉你，我向张淑娟道歉，我也不想理你，我现在是跟张。道歉什么呀？是在这里来的。道歉什么呀？来的。道歉什么呀？如果受到伤害是好意思说人家道歉，是笑死人。关你什么事啊？你叫我张淑娟吗？你靠一边去了，跟你才滚一边去嘞！你滚一边去，跟认识人跟你有关吗？你叫张淑娟吗？小姐，你叫张淑娟吗？你叫张淑娟吗？哎，对不对？大家看到没有？这种人想要占人家。国民党最无耻的现任的市议员候选人，最不要脸的媒体人，你还好意思讲媒体人？不要脸，媒体人做50年，我要不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对，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你更不要脸，你为了要选举蹭人家周玉蔻，你要脸吗你？蹭什么周玉蔻啊？不要脸！今天是你过来的。今天他提告我找张淑娟，你过来干嘛？哎，你叫张淑娟呐、啊？你叫张淑娟，所以你是策动的人了、啊。我策动什么？是你污蔑的人。我哪里污蔑人？我哪里污蔑人？我现在跟张淑娟道歉，再见，不见，拜拜。无耻，就是这个样子，无耻到极点。你妈跟你有什么关系？张淑娟跟她有什么关系？你滚给我看！王宏威，你走一边去了，你又不姓张，你又不叫，我是媒体记者，我是当事人，为什么不能来？你当事人什么？你在那里，我是当事人啊！张淑娟要提告，我不是当事人吗？那为什么是你出来嘞？你是谁呀？你是挑拨离间者，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老鼠！笑死人，这样不好玩哈、啊！你才是人见人讨厌的，想选立法委员选不上，我败诉过又怎样？关你什么事？丢脸又怎样？不要脸！你难道是你王宏威讲的？你王宏威要脸吗？我告你干嘛嘛？谁稀罕告你？我告你，你还想蹭我的那个流量去选立法委员呢？鬼扯嘞！鬼扯是什么？是你啊！你是鬼！各位。张淑娟小姐本人今天没有到，结果由一位台北市议员姓王的叫王宏威的在这里做政治游戏。你滚他就会到了啦！滚啦！你滚他就会到了。那我要等张淑娟小姐。那你就等不到了。好，对不起哦。那我跟大家报告哈，因为有周玉蔻这个蟑螂在，所以张淑娟不会过来。我就直接跟大家宣布。好的。让他继续在这边。没有各位，不是现在王宏威是在那边挑拨离间，搞政治斗争。